胸部接球，由于胸部接球部位较高，加之胸部面积大、肌肉较丰满等特点，易于掌握，故是接高球的一种好方法。胸部接球包括挺胸式、收胸式两种方法。挺胸式接球动作要领，面对来球站立，两膝微屈，重心置于支撑面内，上体后仰，下颌微收，两臂自然张开，维持身体平衡。接触球瞬间，两脚蹬地，膝关节伸直，用胸部轻托球的下部，使球微微弹起于胸前上方。收胸式接球动作要领，多用于接其胸高的平直球，面对来球，两脚左右或前后开立，两臂自然张开，挺胸迎球，触球瞬间收胸、收腹，臀部后移，将球接在体前。好，同学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胸部，用胸部去接球。当球从半空飞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用胸部来把球卸下来接球，然后便于下一个环节。胸部停球有两个原理，跟脚是一样的。一种是迎球缓冲，缓冲是胸部停球；另外一种是加力变向，有时候在禁区前面加力凌空抽射。啊，我们来试一下，先来做一个，哎，瑶瑶，我们来做一下那个缓冲的啊，就是将来球缓冲下来，大家看一看啊，缓冲看到没有？哎，球来了以后到了胸部缓冲，缓冲看到没有？缓冲下来，缓冲下来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接触球时候放松、柔软，来看看，缓冲看到没有？缓冲下来，以便做下一个动作。那么下面我们做一个加力挺胸式的啊，大家看看。看到没有？走，加力挺胸，把球往前面迎球，走，走，看到没有？加力跟接球的方式是一样的，球来了以后，通过加力分解球的动量，加力，看到没有？大家记住啊，停球的时候呢，用我们侧胸这个部位，最好不要停在胸中间。以免让自己受到身体受到损伤啊。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做了这个讲解了这个胸部停球的动作要领原理，也做了一些示范。下面我们开始这个胸部停球的这个练习。首先我们还是跟其他技术练习一样啊，我们做一些徒手的练习啊，一种是收胸式啊，收胸式啊，一种是挺胸式啊，来先做收胸式吧，来注意收胸，缓冲，收胸缓冲啊，收胸缓冲，这个腰膝关节都要缓冲，缓冲，缓冲，不要让我们身体受到这个球的冲击太大啊。好，下一个练习，这个一个同学抛球，来，大家把拉链往下拉一点，我这个拉链是会伤到自己的，往下拉一点啊。我们这个收胸式的球是一般来的低平球，很快的球，所以要缓冲啊。我们抛平球来试一下。OK， 试一下，来，再抛另外一个同学，收胸，好，停一下啊，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啊。大家看吧，球，大家看，有些同学。手臂夹得很紧，这样会被误以为是手球的啊。第一个，手要打开，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防守面积。第二个部位啊，尽可能用两侧的胸部，尽可不要打到，尽可能少的用中部啊。来，大家看看我啊，来，收胸看到没有？来，体会一下，手臂打开，对，缓冲。缓冲很好 ，OK， 好，
注意，我们胸部停完桥以后，停到地上，衔接下一个动作。啊，我们说了接球不是目的啊，衔接下一个动作，衔接下一个动作，对对对，很好。接完球以后，马上连接下一个动作，走。很好，肩打开，肩打开，衔接下一个动作。停完球以后，衔接下一个动作，缓冲，缓冲啊，不是挺胸，现在是缓冲式，收胸式啊，收胸式。来，手打开看，又是差点打到肩关节上去了啊，肩关打开，衔接下一个动作，衔接下一个动作，来，再来一次。很好。好，衔接下个动作，停完球以后衔接，马上衔接下个动作啊。好 ，OK。下面我们做练习挺胸式啊，挺胸式它主要是运用的来的高球，而且呢，挺胸式便于做下一个，比如射门啊、过人动作。大家看，哎，大家看啊，挺胸式看看，接下个动作，向上挺，向上，接下个动作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大家体会一下，来抛物线球，向上挺，很好。来，再来一次，向上，再来，体会一下，手臂打开，向上，对，很好，衔接下一个动作，对，连接下一个动作，很好，非常好 ，OK。连接下个动作，很好。再来一次。OK。好，大家看看，我们来看看他这两个同学啊，哎，胸部挺紧，挤大腿啊。大家看看啊，高球怎么处理啊？胸部、大腿、脚啊，来两次看看，高球怎么处理？看到没有？哎。高球怎么处理？可以把它连接起来，大家看看这边，哎，看看挺胸，大腿很好，再来一次，这边挺胸，对，很好 ，OK， 来给他来一次，这个同学来一次，你来给他来一次，看着啊，连接动作，胸部、大腿、脚，来走，很好，看到没有？动作连起来啊，哎，这个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动作啊，我们也体会一下吧，其他同学都体会一下。来，胸部、大腿，看到没有？为什么没有大腿呢？就没挺起来，球没有挺起来，看到没有？身体离开了吧？身体没，你看，你没把它控制住，腰腹没控制住，哎，向上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向上，看到没有？向上，看到没有？向上挺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哎，对。OK， 再来一次，看到没有？腰部没有力量，腰部没有力量，很好。好，停一下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同学啊，哎，注意机位。我们看看这个同学，走。好，这个我们初学足球的同学啊，这个对胸部挺球有畏惧感，所以非常容易犯的错误是肩把球顶走了，怕打到这里啊，来试一下，哎，吊着来，哎，怕了，哎，肩就是说肩部了没打开，他有畏惧感，大家看看这打到这里是不会有伤害的啊，再体会一下。来，再提问一下，肩打开。好 ，OK， 好，停一下。我们看看这个同学啊，来，大家看看这个同学，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动作啊，分析一下，来看看。OK， 大家看一看啊，这个挺胸式啊，挺胸式首先这个腰部啊向后展，我们要是直了怎么挺胸呢？向后展，腰部向后展，给他一个空间向上的啊。向上，看到没有？下一步，来体会一下，继续。